116，疲劳驾驶对安全行车的影响有哪些啊？有 A， 操作动作呆滞 ；B， 换挡不及时不准确 ；C， 出现短暂的睡眠现象，就是有人真的开着开着车开睡着了啊，一睁眼都不知过了多会儿 ；D， 体力视觉能力下降。